起来，佳姐。啊，各位同心哈，咱第五十届的这个学员，大家搞早。那上午好哟，我在嘛是。Good morning, everybody。迄三国的语言哈，哇，大家拢真厉害安尼哈。啊，今仔日雄雄变天哈，啊，佫较冷嘞。啊，所以各位要请我烧哈。啊，我姓邓哈，邓祖宅，就是1970年气胸癌的这个邓祖宅哈，唔是分身，我是本身安尼哈。啊，我是成大建筑系毕业哈，啊了，我伫40几年前去美国。读册啊，较去参加政治活动安尼吼，啊，即马转来是台湾，啊，我是1991年转来台湾吼，啊，我是啊，佫是黑名单吼，啊，所以无要我转来安尼，所以我是所谓偷渡转来，我是讲搬枪啊转来吼，啊，结果呢，国民党呢？甲判一年，讲我偷渡入境安尼吼，诶，即咱故乡啊，咱倒来故乡讲袂使安尼吼，啊，甲判一年了，关咧，吼，去关一年安尼吼。啊，我是建筑师吼，啊，即马退休啊，啊，退休啊，我转来做油画家吼，我做啊画油画安尼吼，啊，画了不只袂歹吼。各位若去楼骹食饭吼，啊，毋好过食饭吼，啊，边仔有幅图，啊，两幅油画吼，就是我画安尼吼。啊，请各位啊欣赏安尼吼，哪食饭嘛，哪欣赏艺术品安尼吼。啊，我即摆吼开始，我想讲来讲一个小故事，哦，即有这個。伊朗吼，伊朗的导演吼，伊拍一个真短短片电影吼，啊叫做《你加你等于五，二加二等于五》，哎，小哎，那二加那变等于五安尼吼。啊，即摆就是讲，伊这个故事真简单吼，啊，但是，予咱真济的思考的所在吼。伊就是一个教室内底，啊，一个老师，啊，伫黑板的顶端写讲二加二等于五，我下骹学生安尼真认真抄吼，二加二等于五安尼，哎，啊，其中有一个学生，伊就举手咧吼，伊讲唔对啊，不对啊，二加二等于四啊，伊讲唔是。你家里就是五，我这囡仔想无咧吼，看那想了想无安尼吼，啊，所以这个老师呢，找足侪迄个更加关班的学生吼，来甲这個学生施压力安尼吼，讲你来相信你家里，相信一个，哎呀，这个有啊，相信你家里顶有五安尼吼，哎，感谢感谢。啊，这个囡仔就是脚那都袂袂困好就对了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有一天呢，这个老师就叫这囡仔来黑板的头前，叫写二加二是偌济安尼吼。伊、哦、嘛是写二加二等于四安尼吼。啊，结果这个囡仔呢，伫黑板的头前哈，方、哦、穿大一个大四。啊，大四了呢，要四以前。倒手两支针头啊，啊正手嘛两支针头啊，啊都加起来都四咧，唔是五咧，啊伊就相信你家己等于四吼，啊都安尼死去安尼吼，啊这个故事真简单啦吼、哦，但是呢，伫咱台湾，四界甲看吼、哦，
还拢是二加二等于五呢，吼、哦，真侪只故事拢二加二等于五，啊，上远的卖讲吼，啊，上近的，啊，民进党讲中华民国等于台湾，啊，这是二加二等于五呢，这唔是啊，吼、哦，足侪即款代志啦，吼、哦，就二加二等于五啦，啊，所以咱即摆台湾吼。哦拄拄啊，郭牧师啊，讲一寡台湾的历史吼，啊，咱也真清楚。啊，咱古早吼，即马伫安平、台南迄个所在有一个赤崁楼吼，啊，咱知影啊，南部就是有荷兰人，伫十五世纪、十六世纪就来到台湾占领南部的所在。吼、哦，啊，北部咱知影淡水的所在有一个安摩城，啊，这就是荷兰人来占领的北部。啊，所以台湾的历史较早呢，就是这个欧洲人吼、哦、来占领咱台湾。啊，了后呢，啊，咱知影讲明朝尾啊时阵有一个海贼，吼、哦。这个电信公因的人，哈、哦，啊，因的人就是开始占领澎湖，啊，了呢，但澎湖攻入来台湾，啊，攻入来台湾了呢，伊就将这个荷兰人，哈、哦，给赶走，荷兰人怕输，赶走，哈、哦，啊，所以电信公呢，有占领台湾一段时间，无真长啦，哈、哦。啊，可能是水土不合哦，真早就过身啊，所以因的囝吼，郑芝龙啊来接起来，啊接起来了，伊要造反吼，啊所以明朝就派人来这个啊，打这个郑芝龙啊，变作清朝呢，怎统治咱台湾吼、哦？这是清朝统治台湾的一个开始啦吼。哦啊嘛，伫台湾占两百几年的时间吼，哇，不止遐久啦吼。但是清朝呢，伊占台湾是干呐占即个台湾的即个东部吼，西部，哎、欸，唔是啦，哎、欸，西部啦吼，东部迄边呢，伊根本都无法度管吼，因为东部拢是即个高山族的即个住民住伫迄个所在吼，啊，所以。因为安尼吼，台湾的历史呢，一直在变。伫1895年啊，有一个马关条约，大家可能知影吼。啊，日本叫做下关条约，啊，这就是清朝啊，是清国甲日本相台战争。啊，战争输呢，战争要结束，就一定要有一个和平条约，签这个和平条约。啊，所以1895年，清朝的皇帝啊，甲日本的皇帝签一个马关条约，啊是这个下关条约，啊这个条约内底呢，将台湾甲澎湖的充分主权管了给日本，吼、哦，啊所以从1895年开始呢，伫台湾这些住民。台湾这些人呢，就变成做日本人。但是马关条约呢，有两年的时间，予伫台湾的这些住民呢来选择，吼、哦，讲你是要做日本人，还是要做支那人、清国人，吼、哦，你会当选择两年的时间。啊，你若无要做日本人，你会使将你的财产、你的不动产。变卖啊，搬回去中国安尼吼，啊，所以这两年的时间啊，大概有差不多5000几个人搬回去中国，吼，啊，这就是早期可能从清朝来这做官的，吼，啊，因不爱做日本人，因就搬回去，吼，啊，继续留在台湾这人呢，就变成做日本人，吼，啊，所以。日本从1895年统治台湾，让台湾变成做一个现代化一个国家，哈、啊，不是国家，一个所在安尼哈。
啊，经过这50年哈、哦，我想咱的前辈哈、哦，咱的儿女上，咱的阿公阿妈哈，啊，佫真少年一段时间啦哈。日本时代虽然受到差别的这个统治佮待遇，但是比较到啊，国民党统一政府哇，差地天佮地啊呢哈，确实无同啦哈。啊，所以即马日本统治的时阵哈，伫这个1941年有一个太平洋战争哈，大家唔知捌听的哈。啊，就是日本这个发动这个战争哈，啊，伫1941年，日本去攻击美国的珍珠港，哈，啊，但咧开始呢，美国向日本宣战，哈，啊，战争就是讲各国国然后就宣战，啊，战争要结束呢，各国国。来 定一个和平条约，这个战争甲算作正式的结束。啊，所以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，哇，日本拍去啊中国，中国的东北吼、哦，中国的这个中部那边吼、哦，啊，南洋这边呢，日本嘛拍嘞哈，拍个菲律宾、哦、印尼、越南那边拢拍去，哇，日本这四个国家吼。哦火一阵线，分到这尼啊宽吼，无可能赢吼，因为伊也无遐济人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伫个太平洋战争的时阵，早期伫台湾，咱这台湾人啊，有去参与这个太平洋战争，但是早期呢，拢去做军夫，啊，那讲做军夫呢，因为。台湾在日本统治迄个时阵，阿个唔是日本的正式的领土，无纳入咪宪法内底吼，啊，所以你袂当做日本兵吼，干来当做军夫。但是到1945年4月7日呢，这个日本天皇有发一个诏书吼，就是讲应准韩国人、台湾人参与。这个啊，日本的政治、日本的宪法，所以从那开始呢，台湾变成做日本的这个领土的一部分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因为安尼，1945年4月7日开始呢，台湾人会当做日本兵，吼、哦、啊，咱知影有一挂台湾人去做日本兵呢，派去南洋作战呢，真济吼，2-3万的人吼。哦但是大部分吼、哦、真可怜，拢无倒来吼、哦，大部分拢死伫迄个所在。啊，最后可能有一个高山族的吼，当叫做什么飞啦吼、哦，我袂记个名吼、哦。经过战争结束了，经过后我都要20年，伊才倒来吼，伊拢避于迄个深山拿来吼、哦，啊，因为无迄个资讯吼，伊、哦、毋知战争已经结束啊吼。哦我继续秘离来滴哈，啊，到尾人发现哈，啊，该上登个台湾哈，啊，所以这就是台湾伫这个太平洋战争的时阵哈，有参与哈，咱台湾因为是日本的领土，啊，咱有参与这个战争哈，啊，早期咱知影，这个高山族有一个义勇军，哈，伊毋是正式的志愿军。哦，伊志愿做义勇军吼，唔、哦、是日本甲定调做日本兵吼，伊、哦、是志愿做义勇军，因为迄当时呢，台湾啊个唔是日本的领土呢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太平洋战争结束就伫1945年，因为有两粒原子弹吼。哦美国发明这个原子弹，哇，真厉害吼、哦！一粒弹落去南加沙基，一粒弹落去希罗西马，吼、哦，更多加迄个长崎，吼、哦，南加沙基，哇，这干那一粒原子弹呢，弹来到地吼，规、哦、个城市吼、哦，完全烧掉，人当然是烧死啊，吼、哦！
所以确实原子弹这威力非常大吼，啊，所以日本无法度啊，我接受无条件投降吼，所以伫1945年，日本就投降啊。啊，日本投降的时阵，对日本甲民军的作战，哇，民军有50几公呢，哦，啊，日本干1公呢啊吼，啊，所以这个战争要结束。就是要签一个和平条约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和平条约呢，拖到1952年，吼、哦，才签这个旧金山合约。旧金山合约就是民国，吼、哦，民国48个国家，啊，甲日本签这个旧金山合约。啊，签这个旧金山合约的时阵呢，合约内底有写，吼、哦。这个日本将台湾甲澎湖的这个主权的管理放弃，哈、哦，哎，啊，放弃了，是台湾的这个主权和什么人？条约无写，哈、哦，条约条干无写，哈、哦，啊，所以从1952年开始，台湾的地位。台湾的国际地位变作未定，就是无决定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无决定，就是讲以后才来决定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1952年拖到即嘛，吼、哦。2013年嘛还袂决定，嘛是未定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就是因为这个关系，台湾的1945年这个战争啊停战的时阵呢。马加萨的第1号命令呢，就派指派蒋介石来占领台湾甲澎湖，吼、哦！啊，日迄、那个美国呢占领日本甲琉球，因为这个太平洋战争的战区足大，啊，所以唔是一个有法度占领所有的，啊，所以才有分配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台湾不幸呢分配给蒋介石，吼、哦！啊，蒋介石从1945年开始占领台湾，吼、哦！啊，伊占领呢，这个民军的命令就是讲，派蒋介石代表吼、哦、民军来接受伫台湾日本军的投降，吼、哦！有这个仪式哈，啊，这个仪式是台北这个共和堂举行的吼，即马讲改做中山堂哈。哦啊，这个共和党的仪式内底呢，都有4支这个外国的旗啊，吼、哦，有这个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苏联的旗啊，拢吊伫遐吼。所以，这个不是日本向中国投降，是日本向民军投降。啊，结果呢，哇，蒋介石是1945年来了后呢，就讲哇，英国。讲好台湾啊，哦，台湾就是伊拍赢的吼、哦。啊，其实占领啊是攻击日本台湾的，干那美国吼、哦。中国呢，无一个枪支拍下日本去，无一个枪支拍来台湾吼，拢、哦、是美国的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我会记我的年纪，啊是比我较侪年纪的人拢知影吼、哦。轰炸机米29吼。哦啊，就是轰炸台湾的吼！哎、哦欸，我最近也是捌看米29伫天顶咧飞啊，吼、哦！啊，拢造空袭啊，这拢有看到吼、哦！啊，所以是美国打赢日本吼、哦，啊，指派蒋介石来占领台湾。啊，但是呢，蒋介石怎啊扭曲这个事实，吼、哦，变成做伊征服台湾。啊，占领台湾，变作台湾是伊拍赢的吼、哦，啊，其实唔是啦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国民党伫1945年占领台湾，啊，占领台湾2年了后呢，哇，都228事件就发生啊吼，无、哦、几工前，就是2月28日，诶，这个228事件，哇，开始当家人，这个。啊，兵啊，但坐船入来了后，就开始看到人就扫射吼，所以当时真侪人吼、哦。啊，当然，
这个肉一克的切是咧讲差不多20000块的啦哈，啊，真侪人讲唔念哈，啊，死真侪哈，因为当时啊无虾米户口吼，非常乱吼，啊，怕死的都这个尸体嘛唔得走一堆啊哈，啊，所以真侪人啦哈，啊，有记录可能20000块的人哈，这是1949年哈。啊！到1952年，旧金山合约签落去，台湾被日本放弃，吼、哦、啊！台湾地位变作未定。啊，但是呢，旧金山合约有48个国家签字，内底无中国，吼、哦！哎、欸，啊，无中国的意思，就是讲中国甲日本的战争啊，无结束啊，因为结束了，一定要有一个。签这个和平条约，啊，所以美国要求呢，当时的中华民国伫台湾吼，和日本佮签一个合约，个别签一个合约，叫做日华合约，吼、啊，啊是叫做台北合约，因为伫台北签的吼，啊，伫这个合约内底呢，有讲吼，讲安怎呢？讲伫台湾的本土台湾人呢，被视作还是被看作是中华民国人，吼、哦！伫这个合约内底，哇，甲咱签了一刚开始呢，迄当时台湾可能差台湾人差不多600000-700000人，集体变成做，但日本人变成做中华民国人，吼、哦！这就是立法合约内底哈啊写个真清楚哈、啊，所有被伫台湾的这台湾人级别的后代呢，被视作被看作是中华民国人哈啊，这是立法合约。哎啊，但是历史哈啊继续在变哈、啊，历史是变动的，不是静态的哈。啊到1972年，20年以后，日本承认中国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日本甲中华民国断交，吼、哦，日本甲中华民国断交，啊，这个立法合约，有效无效？吼、哦，啊，断交啊，即马变作安那？啊，台湾人迄当时被看作中华民国族，啊，断交了后，啊，咱是啥物族？我说唔知影咧，咱唔知影咧吼。啊，但是因为中国一直统治台湾，啊，咱摕的是中华民国的护照，啊，咱用的是这个孙中山这个银票，吼、哦，咱就咪讲啊，咱是中华民国人啊，唔对咧。因为国际无甲你承认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变成做无国籍的人，吼、哦，所以伫1972年，咱甲知影讲，都断交啊，啊，搭这合约有效无效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个代志拢一定拢伫台湾的台湾人，互通知到讲，唔是你是中华民国人，吼、哦，你是中国人，吼、哦。啊，结果国际上无甲咱承认，一直到这个2006年啊，林志升先生顶有200几人去告美国政府，吼、哦，台湾人去告一个政府，美国是全世界上用的一个国家嘞，吼、哦，上用的一个政府嘞，吼、哦，啊，你一个台湾人敢告一个政府？啊！你了有相当的把握啊，无你敢敢告哈？啊！你去告美国，哎，嘛请美国律师嘞哈？美国律师提美金嘞，无要提台币嘞哈？你嘛有一寡钱嘞哈？啊，所以你无相当的把握，唔敢啦哈？啊，结果去告这个美国政府，啊，要哪告呢？伊论点就是讲，根据旧金山合约，台湾。这个地位若要改观呢，就是要追究这个旧金山合约，因为在旧金山合约以前啊，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啊，
是台湾被日本统治呀。啊，但是战争了，日本就放弃，啊，放弃了到底要安怎哈？所以台湾问题要解决，就是旧金山合约开始哈。啊，所以就是讲，根据旧金山合约，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，哈 ，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， 的主要占领全国。啊，什么叫主要占领全国呢？就是讲，你那是主要占领全国，你对被占领的这个领土台湾，你有义务。啊，义务就是讲，在台湾内底的台湾人，应该享受美国宪法的保护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宪法的基本人权呢，第一就包括你有迁徙的自由。意思就是讲，你有四国旅行的自由，啊，所以你美国呢，爱发一个旅行证件，和本土的台湾人，以这个故事呢，有这个要求，吼、哦，啊，结果呢，哇，这个2006年的故事呢，拖到2009年，三年以后呢，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一个判决。哦，啊，判决就是讲，当然已经多啦，哈、哦，啊，主要我是讲三个重点，哈、哦，第一个重点，这个判官呢，啊，甲咱写讲，台湾60几年来，哦，这台湾人拢生活伫政治联合内底，哈、哦，啊，第二就是讲，台湾60几年来，无有一个一地。临地的政府，哦，这个政府啊，无人该临地啊，台湾人嘛无该承认，哦，啊，这个政府啊，第三就是讲，台湾伫个国际地位呢，一直拢无确定，哦，伊嘛指出讲，台湾国际地位也未确定安尼。但是呢，判决最后的结论就是讲。是虾米人有法度对台湾行使主权？这是政治决定，唔是司法决定。吼、哦，啊，咱知影美国是三权分立的一个国家，伊司法权无法度超越行政权。啊，所以虾米人有法度对台湾行使主权？啊，这政治决定，所以超出伊的范围，所以无法度做出判决。啊，所以这个案呢，就伫伫迄个所在搁置安尼吼，就是冻伫迄个所在。啊，所以这个官司啊，实在是唔是拍输哈，这个官司拍平手哈，啊，至少甲咱指出台湾地位未定，啊，咱咧无一个一地两地的政府，哈，指出这个问题出来哈。啊，所以我想这个官司哈，啊，唔念讲有结单啦哈，讲起来是拍赢啦哈。虽然咱啊也未摕到旅行证件哈，啊，所以从遐开始，台湾的情形就演变哈，甲这个所在2013年呀哈，啊，咱知影民国甲这个公元呐差10年哈。大家应该了解哈，因为中华民国成立在1912年，所以1912年的中华民国就是一年哈，啊，公元是1912，啊，所以减起来就差11年哈，啊，各位读过来呢，啊，唔通用中华民国哈，我民国几年？民国几年？无啦，无民国啊啦哈，民国老早就死啊哈。啊，这都要讲啊，这是台湾呐，哈！啊，即摆就讲，中华民国是虾米话歌呢，哈！啊，咱中华民国甲台湾有交叉的所在，嘛有平行发展的所在，哈！啊，中华民国咱知影，哈！啊，教科书讲虾米孙中山吼革命啊，拍倒满清啦，哈！啊。事实上，那时候拍到晚清的时候，孙中山无南无伫中国咧，哈。
啊，这个中华民国1912年成立，哈、哦，啊，成立的时阵，伊的首都伫南京，哈、哦，就成立中华民国啊。啊，成立了呢，中华民国成立的时阵，并无统一全中国，哇，中国真大、啊，嘛无统一全部啊，哈、哦，一部分尔尔啦，哈、哦。啊，一直到呢。1941年太平洋战争，哇！日本拍伊甲中国的东北划起啊，先就开始战争啊，吼！啊，中华民国军伊无法度对抗这個日本军啊，日本军太勇了啊！啊，主要是因为民军美国的关系，吼，所以日本战败。啊，所以中华民国伊领准讲以后啊，拍赢日本安尼吼，真欢喜吼，但是。1945年，虽然中国占领了呢，我开始内战，就是中国共产党甲中国国民党开始打起来，哦，啊，因为日本伫中国华北战争的关系，吼、哦，有足侪武器，啊，武器送去接收呢，共产党，共产党走前一步去接收这武器，吼、哦，啊，开始来打。一个国民党，哇！拍啊！国民党直直输，直直输，吼、哦！我本来是讲是1945年，伊战争伊赢，足欢喜啊！结果呢，互共产党拍啊，走无路啊！吼、哦！最后呢，1949年四冬后，我走啊无啊多啊，走来台湾啊，吼、哦！走来台湾。中国共产党呢，1949年就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啊，意思就是讲中华民国伫1949年灭亡啊，又讲共产党拍败啊，走路啊，就是灭亡啊，所以中华民国伫1949年就无去啊，吼、哦，诶，啊，无去，伊走来台北，吼、哦。伊当时1949年，台湾是日本的领土，蒋介石甲伊的军队是日本人，外国人走来日本的领土，这就是流亡。哦，流亡的意思是安尼哈，啊，一个国家走去另外一个国家的领土，哦，啊，佮讲因代表原来迄个国家，意思就是讲中华民国。话讲，伊代表中国，吼、哦、啊！有一天，伊要反攻大陆，等于中国，这就是真标准的流亡政府，吼、哦！所以1949年的流亡政府，中华民国伫台北，啊，伫世界上，啊，是国际上，流亡政府的名呢，就是用伊这个国家的名，啊，甲伊流亡迄个所在的名，所以叫做。Chinese Taipei 应该翻作中华台北，哈、哦、啊，其实应该是中国人的台北，哈、哦。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哈、哦，德国人拍去个巴黎，法国政府哇，嘛是走路啊，走去对，走去伦敦，啊，所以走去伦敦的法国流亡政府叫做 French Paris。哦，法国巴黎，哦，因就是安尼称呼。波兰嘛是由德国占去，伊嘛走去伦敦，哦，走去伦敦，伊叫做波兰伦敦，哦，啊，法国叫做法国伦敦，哦，伊这个称呼。啊，所以1949年的中华民国呢，伫国际上的认知就是 Chinese Taipei， 中华台北。但是呢。中华民国伊无要承认嘛？伊讲我是代表中国安尼吼，我要反攻大陆啊，无影啊！伊反攻大陆，免啊反攻大陆，美国就甲挡啊！你袂当反攻大陆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伊就是流亡伫台北的一个政府啊！伊当时会使甲讲是一个政府啦，因为美国有甲支持啊，因为国际冷战的关系。美国不得不支持中华民国，啊，所以个汉战，
韩战阁救着中华民国吼，啊，所以中华民国呢继续讲伊是代表中国，吼，啊，伫联合国嘛是算作一个会员国呢，吼，诶，但是到1972年，联合国通过一个决议文，啊，这个决议文讲安怎呢？就是讲，但1971年开始呢。将蒋介石甲伊个代表驱逐出联合国，吼、哦！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伫国际上咧，中华民国诶，毋是中华民国，蒋介石伫联合国的代表权都无去啊，吼、哦！啊，互驱逐出去是联诶，蒋介石甲伊个代表，吼、哦！并不是中华民国被驱出联合国，啊，这点呢，大家拢认识无清楚，讲哇，中华民国被踢出去联合国，不是中华民国犹原留伫联合国，但是伊的名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伫台湾即马一挂人讲话讲咩？重返联合国吼，用中华民国的名吼，啊，这未通，因为中华民国都已经伫内底啊吼，里边那个倒转去，唔是吼，啊，所以中华民国伫1972年开始，伫国际上就正式就无去啊，吼，就消失去啊咧吼，所以这是中华民国的这个演变啦吼，啊，事实上。就是安尼，咱的认识应该是安尼哈。啊，即马讲一个国家，敢那会使有一个中央政府，吼、哦，一个国家无可能两个中央政府啊，安尼是变哪治理一个国家哈、哦。啊，所以1912年的这个时阵哈、哦，到1949年，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国家有一个中央政府伫南京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中华民国迄、那个时段是一个中国，也不对啊，哈、哦。在1949年，和国民共产党拍败的时阵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中央政府伫北京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伊就代表中国啊，啊，这个政府变作啥？另外，一个政府就变成做一个叛乱政府，伊叛乱啊，伊无要服从中央政府啊，所以是叛乱。伫1949年以前，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伫南京啊，这个伫延安这个共产党的政府是啥物？是叛乱政府啊，吼、哦，伊毋是中央政府啊，所以1949年以后。中央政府伫北京，还是中国啊？流亡来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，伊是叛乱政府，吼、哦，伊是叛乱的，这大家要认识清楚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中华民国来台湾，台湾的关系啊，两庭的性格。1945年，伊占领台湾，吼、哦，代表民军占领台湾。1949年，伊流亡来台北，流亡来台湾，所以两种性格。但是呢，伊这个流亡的情形呢，到2008年啊，伊个改变啊。2008年，大家知影吼，台湾啊是中华民国甲中国有一个三通，啊三通就是讲互相有协议。协议就是讲，伊会当回去中国，吼、哦，会当自由回去中国，啊，所以伊流亡的性格呢，伫2008年就结束啊，伊无迄个流亡的性格啊，因为你都含中央政府讲好啊，吼、哦，所以你都唔是流亡啊，啊，唔是流亡，即马中华民国伫台北，伫台湾是虾米呢？我是该讲吼，伊、哦、是一个。罗马政府、流氓的政府，伊是一个罗马，唔是流氓啊！哈、哦，啊，伊讲中华民国是政府，啊嘛是唔是真正确？
安怎讲呢？1979年，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啊，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，哦，这大家拢还阁会记吼。啊，伊和中华民国断交了呢，美国国内、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律，叫做国内法，啊，名叫做《台湾管理法》，哦，《台湾 Relations Act》哈，《台湾管理法》。啊，《台湾管理法》内底呢，就讲啊真清楚，就是讲，从1979年正月初一开始，中华民国该叫做台湾统治当局，哦，无必要叫做中华民国，意思就是讲。我无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，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。伊敢那是一个治理台湾的当局，吼、哦、啊，这点就真清楚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伫台湾呢，哇，每四年拢咧选什么总统啦、啊，总统吼、哦，哇，咱嘛足热心嘞，吼、哦，啊，公交公交吼、哦，出钱出力吼、哦。迄当时我嘛戆戆嘞，吼、哦。我早已徛台演讲咧吼，啊，结果即摆想起来唔对咧，啊，唔对。每四年咧选咧，唔是啦，每四年咧选咧是台湾地理当局的局长啦，唔是中华民国的总统。中华民国死啊死，唔了死死两摆咧，吼、哦。伫1949年已经死啊，伫1971年国际上。正式的宣布伊死亡啊！吼啊！但是中华民国这个物件吼，中国人确实有一套就对了吼。因为1949年蒋介石逃亡来台湾的时阵吼，过一年1950年，蒋介石逃亡来的时候，伊是在野咧，伊也毋是中华民国的总统。啊，毋是国民党的总裁咯，毋是呢，伊就逃亡来台湾啊，代理中华民国总统啊，咱知影啊，李宗仁啊，啊李宗仁在对啊逃亡去美国啊，啊所以中华民国伫1949年就死啊，无去啊，啊但蒋介石走来台湾了，过一年呢，伊讲我要复行世事，哦，意思就讲伊要倒转来做中华民国的总统啊。哦，总统讲你发起发落，你要做就要做，啊，唔做就唔做，哦，哪有这款代志？哦，啊，问题是国民大会嘛是伊开的啊，哦，啊，即国民大会表即老伙仔，你乖乖来投票哦，啊，就全体一致啊，拍破啊通过吼、哦，啊，就变成做中华民国的总统啊，这是1950年吼，1949年灭亡。1950年，啊，佫活起来，啊，各位来想看卖吼、哦，有一间公司伫中国啦吼、哦，啊，公司的名叫做中华民国吼、哦，啊，公司的董事长吼、哦、叫做蒋介石吼，但是1949年这间公司啊宣布破产啊，解散啊，无去啊，即要过一年，1950年，伫台北啊，佫成立一间公司，完了叫做中华民国。啊，董事长啊，蒋介石。各位啊，啊，这两间公司是有干无啊？一个是中国成立的，一个台北成立的，敢无共公司？无啊，无共公司啊。啊，所以即马国民党咧，甲咱讲伊建国100年。还是李家里丢五咧，无咧，哪有一百年？伊都伫1949年就断去啊，无去啊，哪有一百年？一百年是咧话说的，唔是啦吼。所以真济代志，拢是李家里丢五吼。啊，咱从教安尼戆戆说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咱从即马开始要认真去思考每一项代志是真还是假的吼。啊，拄仔我介绍。台湾是安那来的？啊，中华民国演变到这是安那演变？吼、哦，啊，台湾甲中华民国有交叉的所在，嘛，平行发展的所在。但是
台湾绝对不是中华民国，台湾绝对无等于中华民国。啊，所以民进党是咧化解啊，吼、哦！民进党伫中华民国体制内底参与中华民国的选举，有权力啊，选赢有权力啊，选输有钱啊。吼、哦，会当分这个权力，啊，伊无管台湾的这个地位变哪来套，台湾地位变安怎，伊无管吼、哦。啊，我真侪朋友啊，真侪海外同时台湾独立运动做伙拍拼的朋友，啊，即马拢变拢个台湾，大家做立法委员啊，吼、哦，做啥物市长啊，真侪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当时我伫美国这个独立运动，哇，嘛是安尼真批评咧吼，讲我要用一切的手段拍倒中华民国咧，吼、哦，这是伫海外的时阵吼，啊，即马大家变那个台湾啦，哇，变作用一切的手段拥抱中华民国咧，吼、哦，说中华民国莫条条咧，做参与因的双股，啊，所以。各位吼、哦，那每四年咧选举吼、哦，咱唔通去共插哈，互因去选因个吼，啊，咱做咱个，因为咱若参与中华民国个选举，等于咱对中华民国已经死去个中华民国咧个背书，互国际上看讲，中华民国即个地理中央啊，台湾哪有支持啊？参与因的选举啊，啊，你都选输啊，你要讲安怎？吼、哦，啊，咱若无参与因的选举啊，啊，因规盘拢捧去啊，啊，不要紧，规盘拢互因，但国际上都看啊真清楚，你看，台湾统治当局并无台湾本土的人的支持，安尼落去，台湾问题。在国际上较有法度解决，台湾问题一定要国际来出面，一定要美国、日本出面，较有法度解决。你台湾人要怎出面？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咱就袂当去参与中华民国体制的选举，咱就是要用一切办法对中华民国抵制，咱无要和中华民国合作。咱来用这部的吼、哦，不管伊讲安怎，咱都无要插伊就对啊。咱来有这个啊策略啦吼、哦，有这策略，无对因的双股起步吼、哦，啊每几年都选一摆吼、哦，啊你绝对选输伊，安怎讲咧？国民党就是讲，伊1949年来台湾了，就设计一寡这办法出来吼。哦在都市内底有林里长，林里长在创啥呢？普通时就双股条啊卡啊，普通时就招恁去旅行啊，吼、哦，唔免钱的，啊，佫有便当人吃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可能领200-300块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做些工课啊。啊，较草地所在的乡镇在创啥？乡镇长，伊嘛是做些工课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你是要安怎选？你选袂赢的吼、哦，啊，等到甲背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从即马开始无要向国民党背书啊。咱认为伊是非法占领台湾，伊是无合法的一个啊统治当局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就是要甲赶走安尼吼。咱啊有爱有这个觉悟，啊有这个准备吼、哦。啊，咱知影。古巴这个所在，我古巴离咱这样闹关呢，有小可吼，含台湾足类似的所在，吼、哦，因为古巴、葡萄牙吼，原来是伫16世纪和西班牙占领吼、哦，啊，变成做西班牙的殖民地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含这个马关条差3年了。伊伫1898年，西班牙甲美国有一个战争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
西班牙美国的战争，美国打赢，西班牙打输，啊打输啊签一个合约啊，啊这个合约叫做巴黎合约，就是伫巴黎签的吼、哦，西班牙美甲美国签的，啊合约内底讲安那呢？讲西班牙将波多黎各、一个关、菲律宾挂牛和美国，我写真清楚，挂牛和美国。但是古巴呢？古巴就是讲西班牙放弃古巴，含台湾受伤，马关条你不讲放弃台湾，啊放弃马关条，无讲要放弃有啥行？这个啊，巴黎合约，古巴嘛无讲要放弃哦，美国啊嘛无讲啊，但是呢，又指定美国来占领古巴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合约签了后呢，无偌久呢，美国就开始占领古巴，吼、哦、啊，伊占领古巴了呢，伊就有权力来处理古巴，吼、哦。啊、所以在1902年呢，美国国会呢就通过纽古巴变成做一个独立的国家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和台湾无同的所在吼。啊，台湾不是美国直接占领，伊是指派蒋介石来代理占领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台湾的名分说变作安尼，所以无同去吼。哦所以古巴的情形是安尼，啊，这个菲律宾受伤，菲律宾虽然挂牛和美国，美国嘛是让菲律宾变成做一个独立的国家，吼、哦，即摆就剩这个关岛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甲这个波多黎各啊，变成做美国未合并的一个海外领土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知影，这个。今年正月哈，啊，美国总统的这个啊选举，啊，美国呢，永远伫这个总统大选内底哈，和波多黎各的人一个公民投票，叫做 referendum 哈，哦，公民投票，啊，公民投票的议题是啥物呢？议题就是讲第一，你波多黎各的人是毋是要继续？维持现状，现状就是讲，波多黎各就是美国一个主题区，吼、哦，保持这个主题区的现状。啊，结果呢，波多黎各的人有53%的人无赞成保持现状，讲阮无爱保持现状。啊，第二个问题讲，啊，你无要保持现状，啊，你希望？波多黎各会变爱安怎哈？啊，有63%的波多黎各的人希望讲波多黎各变成做美国的一个州，哈、哦，有63%人安尼要求，安尼希望哈、哦。啊，伊这个公民投票是参考的性质，哈、哦，唔是讲安尼就决定啊，是唔是要变成做美国的一州？即来美国国会决定，吼、哦，通过决定，你较有可能变成是一州安尼吼。啊，这是即个波多黎各情形。啊，所以我相信台湾问题要开始震动啊，嘛是爱美国国会，吼、哦。啊，美国国会就是要有美国的参议员，有人提案啊，令到即个国会震动起来吼。哦啊，所以咱即摆努力的方向，就是咱的声音爱大，咱的人爱多，吼、哦。咱的人即摆都无啊，算算的可能5-6千个吼、哦，可能10,000人嘛也无嘞吼，啊，佫无够，吼、哦。咱的人若有法度20万、30万人吼、哦，哇，这声音就大吼、哦。啊，咱知影埃及伫旧年嘛是因为安尼独裁者落台啊。埃及人50-60万人拢站出来，伫首都开罗，吼、哦，伫遐示威游行一礼拜、两礼拜，啊咧直直维持咧，结果即独裁者呢就落台啊，吼、哦。所以这是人民的力量，吼、哦、，People's Power。
啊，有这個力量啊，所以咱今仔日真辛苦安尼吼，啊，伫台湾各地来到这个所在，咱认识台湾的过去吼，啊，未来要安怎行吼，啊，咱知影这代志，中华民国是啥物物件，以啥物本质，啊，台湾问题即嘛是安怎吼，咱知影了后，啊，咱回去爱讲吼，对咱的时势。咱的囡仔、咱的媳妇、咱的孙仔拢爱讲，咱的朋友拢爱讲吼，唔好等于点点安尼吼，啊，继续讲咱遮的理论吼，哦，较侪台湾人知影，较侪台湾人站出来，台湾问题较有法度解决安尼吼。啊，我留差不多三四分钟，哦，各位吼，啊，看有啥物问题无吼？啊，各位安尼，伫台湾。这么远的所在，我来到这吼，我那真无简单吼。啊，一只已经第二天啊，可能啊，巴肚内底嘛，巴肚也以外，可能嘛出寡问题吼，几百岁安尼吼。啊，这台湾到底是安那吼？啊，民政府是咧创啥吼？啊，是要安那解决安尼吼？啊，几分钟的时间吼，啊，各位会使吼提出问题安尼吼。啊，各位，那无问题哈，啊，咱提早哈，啊，食饭啦哈，提早三分钟食饭安尼哈，哎，好唔好？哦，感谢大家，感谢。起立，起立。